要了，这位姑娘说她上场就想找个男神，掌声有请。心在跳，爱在烧，在烧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号女嘉宾，今年24岁，来自吉林通化。我最喜欢的男生就是咱东北爱喝酒豪爽的东北纯爷们儿。场上的16位男嘉宾，你们敢挑战一下吗？敢。不、哦，你带着这酒上来的？对。今天是试大家酒量来了是吗？酒量是一方面，主要是看这个豪爽的劲儿。哎呦。你是喜欢男人喝酒的是吗？不是喜欢男生喝酒啊，而是喜欢咱东北爷们儿喝酒的时候那个豪爽的劲儿。咱东北不有句话吗，说一口闷嘛，感情深一口闷，就是要这个豪爽的劲儿。哎呦，小女生特别喜欢在这个饭桌上看着男生，我干了你随意，嘎这么招的，可帅了，是不是可帅了？